坡子街啊，这条叫坡子街啊，这条就是坡子街，你没看到？我们没有吃过螺蛳粉，你要尝试吗？不是那个臭臭的吗？跟你讲，你如果给我吃，我吃一口。我在猜想，王姐你也是只吃一口，但是我现在肚子不会饿。好啊。他们真的很流行吃牛吧？被你直接走啊，要干嘛？
疗、按摩、体重分流、扶摇、按摩、分流。这也有点像那个先前去的那个城隍庙，上海那个城隍庙那种感觉，稍微的一点点像。绕一圈吧。这个啦，跟你吆喝之后一起拍片之后，你要互惠给他，你看到，就要一个人要付10块钱，一个人互惠10元，拍个照，这点必须跟如果说你来这边玩的好朋友记得。看到那种拍照的啊，就跟国外一样、啊、拍完照之后就会跟你收取费用。直接没跟你讲明，拍完才告诉你要付费。这就是所谓的火宫殿，目前所在的是火宫殿，那就不进去了。谁说大陆没有寺庙的？大陆还是有寺庙。那不是我这个在福建那边也是很多寺庙。
泰国的名店。基本上坡子街就这么一小段路，早上的人潮确实会比较少，不过这边呢它会接到黄兴路步行街，所以说往黄兴路步行街的方向呢会看到明显的人潮会越来越多，等一下走到前面自然就可以看到到底有多少人潮。最后这段影片呢，我们就走到黄兴路，那你会发觉突然街景的声音都没有，是因为在长沙这边你要去适应它那个到处都有扩音器，到处播放他们商家的商品的扩音器，非常的吵，所以说我就把它用为静音。好的，以上影片是 DJ 阿周从坡子街一路走到黄兴路的一个过程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订阅，同时分享给你的亲友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那才是我继续拍片的动力。我们后会有期。